觉得标准来看，他又不是。那我觉得这像比如说我举引这样的例子啊，就证明说这其实是整个国家大的转型工程里面一个你可能可以说微不足道一个小小的一个事情，可是整体整个国家的面临到转型正义的问题就是这么庞杂啊，单单一个小问题就可以吵很久啊。那这是我个人提出来我工作上碰到的一些问题啊，抛砖引玉，供各位贵宾参考。